盘点影视剧中翻墙爆笑名场面，场面一。我开开，开开，我听不开，开我也有招，我令你不开。你个神经，你来，来，来，你个神经呀！啊！你别行了，你个神经，哎呀！刘能啊！你个神经！场面二。场面三，人生嘛，本来就是妥协，妥协再妥协，太累了。朱子，啊，分享。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倔呀？来了，撑住了啊！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场面四，怎么办？你行不行啊？干嘛？翘课呀！小心啊！哎，小心啊！啊！三，你别住，别摔下去啊！场面五。场面六。糟了，糟了！场面七。干嘛呢？爬高啊！爬高倒是正常，我也爬。还怕什么？怕狗。场面八。好了，别唔跳，唔跳啦。冇事喎，落嚟啊，追我啊，落嚟，我梗系落嚟啊！场面九，姐姐，我也要帮忙。好，我帮你扶着。行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可怜啊！姐姐，你俩好不好可怜？姐姐，亲亲，别
姐姐弄出来了。我靠 ，I follow you。场面时。站住！哎，快下来，快下来了，快下来，下来！哎呀，拜托你先下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是谁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拜托你先下去好吗？你拉我下来干什么？你站在我肚皮上面呢。哎呦，哎，你不要走啊，自己人呢，我有密码。密码。场面十一。你按我说的做。好。你先把你身子压低。压低。压低，再把你的右脚一点点的翻过来，用手肘撑住，支撑住身体，然后左脚找那个支点踩住了。我来帮你找，来，这只脚放这儿，这只脚放这儿，一点点慢慢下来，先右脚。好了，你可以跳了。我不敢。已经不高了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来帮你。别帮忙！没事吧？场面十二。我擦了。这能钻出吗？瞧瞧瞧！干嘛呢？啊？干嘛呢你？你着急，你先走。场面十四。哎！看到吗？帮好帮个忙好不好？哎呀！哎呀！敏捷，挺敏捷啊！场面十五。兄弟，醒悟。完了完了。